哎呦我的妈！谁把谁当了真的他玩的真色谁心还有真的谁能在乎我问他怎么说谁会怀疑一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真是高手！有人。哎呦我的妈！真是高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不是看不起你，你要是个儿再矮点，我都看不见。哎你别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哎呀！我的天哪！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有、啊！老婆，你说不说打你听信？我信你个鬼！咱不说打的。我刚说打你了。儿子，猪跑出来了，猜一个明星名字。郭一龙。不对。啊、成龙。也不对。哎呦我的妈！那是哪个明星？仔细想一想，你这个人这么走路的呀？走路不长眼睛啊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就这么说话的，
我就说怎么了？你们两个原来这么相呀？你不知道又搂又仇又离婚的吗？不是不是，不是的，你们大骗子！我恨你，哼！来不上吧？来来来，看谁呀？我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打你？我真不认识。这个大骗子！有理说不清了。这一辈子最爱的人，你付出了你所有的青春。你居然问了，不是我。又说，我要干嘛？为什么是我？爸，查得好。嗯。哎呀！风暴的光照在了大地上。爸，走，回家。有人来。为你点赞。